靠背部的人选择。是你开的，名字挺特别的。你从家乡，好对，不过怎样？这里的黄昏不会成为黑夜。他突然就走了，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。南极的雨滴飘落北极海面，去那里要坐42小时的飞机，那是一个人离开另外一个人能去到的最远的距离。我相信平行宇宙里我们仍旧以某一种形式在共鸣。对不起，我使用的多，我不爱小庄的路。这边就是你写的。我们看看发了那个关系的话。你是不是也不在黑城了？猜猜我刚刚说的哪句是真的，哪句是假的？在一寂寞之远，在过个垭口，再越过山巅，牵连绵的线，再经过蜿蜒，抵达你眉间。愿飞鸟缠绵，在颠倒离别，出口已浮现。连几经争辩，在弥补思念，转眼地平线。好吧，还招人吗？一切都是注定的，尤其是安排好了。